唐大厨啊，今天教你在家做一道酸辣蕨根粉。蕨根粉啊，头一天晚上我们放盆里用自来水给它泡一晚上，然后呢我们再放锅里冷水下锅，开锅呢您煮4到5分钟，拿出再过凉。我们用了一部分这个小米辣，唐大厨就用1勺啊小米辣。这红油呢，你看一份菜我们给3勺啊，新鲜的蒜末啊咱们来1/2勺，小葱花来1勺，我们家里的不管是生抽还是鲜酱油还是蒸鱼豉油啊，来2勺，适量的盐，这糖我们要放2勺，我们放3勺香醋啊，大家看啊，然后最后呢我们放点香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呢把这个香菜末啊放进来，已经煮好啊过凉的蕨根粉，然后我们放到一个碗里边，调的汁啊全部都倒到这里，花生碎啊然后放里边，提前切好的黄瓜丝垫底，酸辣蕨根粉就做好了。如果你喜欢呢，请给唐大厨点个赞。